第八题，以物止可能式，我们看到这里写以丁难溶于水，这边的己烷跟乙酸物酯难溶于水，可是呢，乙是没有水果香味的，而乙酸物酯是有所谓的水果香味，所以它不会是乙酸物酯，只可能是己烷。所以第八题我们说以物止可能式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己烷。